回到希望现场关心天气，今天天气还是很炎热，到底什么时候雨会最多？再把时间交给立刚。在今天，许多朋友感觉到是一个非常闷热的天气，午后阵雨的状况呢，在中部以南的山区发展是比较明显的。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几个观测资料了。第一个，先来注意到温度最高的地方呢，在高雄，中午的温度到达了 34.8 度的高温。彭佳屿的阵风呢，在下午是偏大，有达到7级的阵风。但雨量的部分最明显的地方呢，可就是在嘉义市了。嘉义比较靠近阿里山地区的部分呢，有到了140毫米的降雨，塞巴侯在中部以南明显，而热低压呢已经发展起来了，目前在南海的位置，未来会朝广东的方向移动。而礼拜五开始呢，东部跟南部的朋友倒是因为南方水系整个往北抬升，开始有些局部性的阵雨出现。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候最新的色调强化的云图了。台湾上空云系的发展在今天中午以后的午后热对流降雨明显，北方这个蓝色的晴朗区块到日本上空，这个是太平洋高压所在的位置，那这里呢是大的低压区，另外还有呢就是在南海这边的大低压区当中呢，有一个系统已经发展成为热带性低压了。接着我们就来看到彩色云图了，云图上面先来注意到台湾上空在今天的时候，太平洋高压势力整个的退缩的关系，所以呢在南海还有包含了菲律宾海这两个地方的低压带就已经开始有些热带扰动逐渐的发展起来。那目前来看的话，在南海这个热低压未来会有机会发展成为台风，会经过我们的太平岛之后呢，会往香港跟海南岛之间这一段的广东的陆地前进。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这个系统没有影响。另外一个系统在这个地方，这里会发展出一个低压，那预估到礼拜六的时候会往琉球群岛方向，之后进入到东海的位置，再往北走。那这个系统会不会发起来，还要看看，因为再来到了比较高纬度的时候，相对的环境条件就要看看，有可能会在琉球群岛附近有机会发展。所以这个系统对我们也没有直接影响哦。接着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候的整个路径图了。从这张路径图上可以看到，热低压未来走向会朝着海南岛的北方的海面前进，之后进入到广东。所以呢，到了下礼拜一、礼拜二，它就进入中国大陆了，强度在减弱。但是因为它在走这一段路径当中的时候，整个气流场会带了比较偏着西南风上来，相对的南边的水汽就会开始往北抬升。那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 ECM Move 的850百帕的模式。先注意到低压系统，再来呢会逐渐的在明天朝着海南岛的方向的东边海面前进。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太平洋高压在这个位置，但高压南缘部分这里有个小的低压，在明天之后会发展，之后会沿着高压边缘往琉球群岛的方向移动。所以呢，天气形态来说，到了这个周休假期，在我们的南部跟东半部地区反而有短暂雨，但中部以北可都是晴朗而高温炎热哦。我们接着就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晚上的温度是舒适，白天的天气是闷热，尤其在整个西半部地区全部天气晴，东半部地区偏向于午后阵雨，而外岛地区也是天气晴朗。小叮咛两件事情要注意，最主要中午闷热记得多喝水，午后阵雨山区多，山区活动朋友要留意。水神雾化器，好，就是这一台，它24小时呢，在我们这个环境的摄影棚里头，基本上是随时的在做空气当中的清消。我们现在水神雾化器呢，也有像这样迷你的这么小台水神雾化器，请大家呢上快点购下单的时候呢，输入我的代码 CTI 588，会有折扣优惠。